不会吧，不会还有人没有侍从，独自战斗吧。你各位一定要开启侍从系统啊，真的很有用。有了侍从，打架直接落人来，而且侍从还自带特殊技能，嘲讽一下对方就立正站好挨打啦。辅助类侍从还能在战斗时帮你回血，怎么打都不损血，告诉我这样怎么输。外出时带上采集类侍从，简直就解放双手，他们能自动采集自身印记类的物资，听起来是不是超方便？而且他们绝对忠诚，除非你放生，不然他们会一直跟着你，战斗到最后一刻。怎么样，看完是不是对侍从有了新的了解？下集教你如何培养侍从。